自白府上下惨遭灭门，我谋篇布局只为报答血海深仇，唯有让人相信易容术冲出江湖，才能引出白家灭门真凶。在他的心里，你不过是个替身。我不信，你说这些都是在骗我，都是在骗我。我这条路注定孤身前行，费那么大劲把我抓过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化妆？变态吧！这里名叫晚妆阁，我想请你和我一同进来，替我出面当掌柜。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，让我们全亏了。你别跑！成交，莫不是因为你喜欢他？难道他真的有点喜欢我？哎呀，真是！人家拿你当诱饵，视你为替身。你的性命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属下不能看着阁主去送死啊！我分明说过我要护他周全，林凡就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快走！天若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，但我不能拿你的性命去赌。对不起，你莫信。如今我身中剧毒，或许天命注定让我们就此别过。